晚安，晚安。大家晚安，晚安，晚安，晚安。Hello，小度，晚安。Hello，晚安。晚安，大家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人都还没有进来，谢谢汤姆送的狗骨头。Hello，思源、Polo 羊晚安，玉人晚安，晚安晚安，琪琪晚安，卡丘晚安，晚安。昨天睡死了，那么早就睡吗？谢谢琪琪的分享，对不起对不起什么？晚安，企鹅晚安。晚安，晚安。谢谢玉人的分享，Hello，维卡，晚安。今天感觉到会冷，没错，今天蛮冷的。我今天呢去学校上了体育课，然后就回家了，就回家。没事。Hello，下巴4公分。倒数3天，没错，谢谢威凯送的狗骨头，这么爽，没错。其实今天体育课不是穿这样，我穿一件就黑色的 T 恤，就这样而已，更方便。然后就去那个排球场，但是是打篮球，去篮球，对。然后就只上了，因为原本2个小时。然后今天只上了1个小时，就下雨了，就下雨了。然后没有，因为体育老师很凶，体育老师很凶。为什么？好，我知道，我有看到琪琪。体育老师很凶，所以没有办法，所以一定要去这样。台北下就是那种很就是小细雨、毛毛雨那种，就是蛮小的。有的时候，反正就是不要翘他的课比较好。现在阳光上荧光棒，所以我就早上的课都翘掉，然后就去上下午的体育课这样子。唉，然后只上了1个小时就下雨了，所以我就回家了。然后就没了，真的是周末的体育课就翘课，没有，我没有翘课呀。哦，我说早上，早上是吗？因为早上今天不会点名，我猜他不会点名，结果真的没有点名。Hello，美琪，晚上好。体育大不了被打，这样还要再重训，麻烦。但是重训很累啊，还要起来，然后去学校，然后上1小时体育课，累死。有这感觉，没错。怎么样？史上第一人。不是翘课翘一下还是要给，要是还是要过的好吗？还是要认真，因为我不喜欢去上学，所以可是就所以就还是不要重修，因为我真的不喜欢去上学。真不愧是我，这里有人没有？不是我，我教的是翘课，但是还是需要读书要过。哎，但你们有没有发现我刘海变短了啦？有没有我的刘海？
好吧，看来是没有。我今天去剪刘海呢，怎么越来越会掉？有吗？我没有掉，没发现。我刘海有，我刘海有变短，原本在这里变成那里了，真的有。好，生啊，生气。又不是哦哟，发现了，现在才发现，要把它拉直才会发现什么？这样，其实我刘海是想要直的啦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每次卷完都会变很卷，所以就干脆 QQ 的这样。吃糖果，哈，啊。其实有点长，是不是？发现到都说没发现，吃糖果，什么柠檬什么的，不知道。谢谢林年送的新之冠。啊，可爱。眼线都要三公分长，我今天特别，我今天去上体育课没有化妆，懒得化，就只有眉毛跟口红。然后为了直播，我特别去化了眼妆，拉了眼线。别带产品了，不会，今天好黄。老师很凶，就懒得，就今天就很懒啊，早上去剪头发，然后因为我刘海真的太长了，我必须在小巨蛋之前去剪我的刘海，所以我就早上剪刘海，然后反正就是下午，然后再去刚好再去学校上体育课这样，然后就只上了一个小时啊，我花了一个小时坐车去学校，然后去学校上了一个小时的课，然后再花了一个小时回来。把眼线团里的男生才发现不一样，太扯了，怎么可能三公分？看你怎样记得你欠欠我生日卡片呢？欢迎战士，下课去剪头发，没错啦，谢谢。健身晚安，健身全不是，当然不是，真是奇葩。不行啊，不然我没有时间去剪头发，而且今天就不会点名啊，我就觉得他不会点名，所以我就去剪头发了。这是不是不能乱教啊？怎么样贴近你们的生活？坐车时间比上课，对啊，很，你不觉得很不划算吗？所以我才那么不爱去学校，因为学校真的太远了，很烦。一来就听到我们俩，恰恰剪头发，然后跑去上体育课。对啊，体育课反上午是什么？嗯，上午是很无聊的课。Hello， 玉阳，晚上好，好像是我们主任上的吧？主任上的，可是他人就很好啊，所以就想说，那拿他课去剪头发好了。对啊，做宿舍，我觉得我还比较会去上课。因为离太远，就没有那个动力去上。怎么可能会去？哎，我的记性很好，好不好 ？Hello， 萝莉，晚上好，晚上好。都是真的啦，哎，我过去一个小时哎，然后只上两个小时课，回来再一个小时，很远呢，真的是浪费时间。那好久没有啦，谢谢 Lolly 送的蜡拍，阳光送的新秀选票。才会提早出门，不是啊？可是就是迟到就算了，离远一点，我现在整个都不想去。迟到还好一点嘞，迟到还可以去，可是我是离太远，就会整个就不想去。
昨天是云冲吃的，笑死。没错，我不管什么时候去，然后大家都跟我说太久不见了吧，然后我想说昨天不是才见过。对啊，要不是下午是体育课很烦呢，那我今天可以不用去学校了。我在看。我现在电视开着那个《如懿传》。哎，现在每天晚上8点到9点会有全新2小时的《如懿传》，很好看哎。逃学少女没有啦，还是有去上学。叫什么？78台吗？有《如懿传》，《如懿传》好看，全新，因为就可能电视这个频道在播的吧。只看云，不看什么传。生第几皇子？那个13阿哥轰了，是吗？13，我不知道。现在是什么？3阿哥也死掉了吧？纯贵妃也要死掉了，然后啊，纯贵妃死了，然后香妃被送进宫，对，就是这样子。上次生了太子，现在小孩，哎，现在小孩，哎，我不知道现在小孩多大嘞。Hello， 愿苍生，晚上好。博弈，晚上好，哈哈，晚上好。F 台，没错 ，F 台。乾隆25年，纯惠皇贵妃薨逝，永璋也死掉了。好，我不知道，反正就这样子。我大概跑太快了，来不及念完。Hello， 云鹏，晚上好。传给我哪个？你有传吗？我没看到，谢。你没传吧？没有，就是母子一起死掉。嗯。你哪有传？很久以前传的吗？那个冰。乾隆，你很熟，后宫就不太熟。啊，哎，对耶，他是乾隆哎。不是。我现在看了这个，然后《如懿传》不是在讲后宫嘛，然后我现在感觉对后宫比较熟，然后我根本不知道演的是哪一个皇帝。云贵妃怎么样？云贵妃不会是贵妃，不会只是贵妃好吗？我要嘛也是什么啊？卡卡的吗？平吗？平是不是比较大？皇后，很卡吗？10月7号，太久以前了，是耶。啊呵，有吗？现在有卡吗？没有吧。有吗？没卡了，太棒了。他现在演到什么？香妃进来，然后都不理乾隆，然后他感觉很快就要被害死，被皇后害死。谢谢阳光送直升飞机，很卡。好了，谢谢沈正宏的分享。后宫卡卡传，嗯，好了，谢谢建轩上的高骨头，很多叉烧的那个饭，啊！
等他去看，我等他去看。那你也去看，哎、欸，很好看，可以加还有体脂哦。我就是被骂那个体重过高的那个人，你要我教你吗？找错人喽，我们你要叫五十成员教你，有点，我们也不知道呢。就是好啦，我们知道怎么减肥，可是就是做不了。我现在已经看到很后面了，哪来六十几集？对啊，现在五十乘以三个多，你们可能要问我们是怎么增脂比较快，增脂。跟女生相处有什么要注意？跟女生相处就注意她喜欢什么啊，注意她喜欢什么，然后讲过的话都要记住这样子。比如说我喜欢吃炸鸡，那就是比如说下班买一桶炸鸡来给我，我就会跟着你走了。有带送去吗？哎、欸，之前前一阵子有，可是因为最近因为都在忙，就是腿有点忙，所以就没有，最近就没有去健身房了。笔记吗？买炸鸡给我就跟，哎、欸，我刚刚在吃胖老爹，我刚叫熊猫，然后叫胖老爹来吃，谢谢阳光送的狗骨头，就可以送哎。可是我这样，我发现我怎么办？我发现我胖老爹的炸鸡我会吃腻，我才吃一个我就腻了。我觉得拿玻璃的还是拿玻璃的最好吃，甚至会放的不吃啊！我也希望放吃炸鸡。小猫送有吗？有比较贵，不是免运吗？给他们业配吗？牧羊，我没有看过牧羊，其实。Hello， 朱莉亚，晚上好，好久不见。谢谢波雷洋送的掌声鼓励。现在才肯德基跟拿波里最好吃的，可是泡老爹有就蛮腻的哎、欸，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办？我觉得我今天长有点丑，是不是因为妆真的画比较淡的关系？然后上面写110米啊，真的假的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真的假的 ？Hello， 大家晚上好。真的、哦？天哪，被骗了吗？现在好像有炸全鸡，明天想吃啊！麦当劳也很好，麦当劳的也不会吃腻，可是胖老爹真的会腻。我就昨天突然很想吃胖老爹，然后今天就顶，然后结果就很腻，好难过、哦。觉得今天不行耶，我觉得今天有点丑，怎么办？但我觉得今天是不是长比较丑？多心了吗？真的吗？可我觉得我今天妆化比较丑，比较丑哎。还是我绑这个？你知道妆化感觉自己比较丑的时候，就开始绑头发，会好看一点。改吃胖一点，给你们吃，挤双下巴给。其实我挤双下巴有点困难。把钱马尾就没有人注意我的妆，这样吗？哎，这样。纸包鸡比较不好吃，纸包鸡是什么？
我要找那个绑头发的，绑我的头发，找绑头发的，帮我的头发，等我一下。绑前面，恭喜一人挤不出，想上下吧？没错，包在驴脖子，这样吗？哦哦，短裤脚不会冷吗？不会啦。好像有点太小撮了，怎么办？也没有变好看，是不是太小撮的关系？嗯，啊，打结了，打结了！偷看电视，头变大了。等一下，打结了啦！哎呦，呦呦。啊，礼拜六再美吧，不行不行，我不会是丑的，我不能是丑的，我要讲。礼拜六，哎，对，你们都住在哪里呀？讲到礼拜六，想说，哎，你们不是神推了吗？你们礼拜六都住在哪里？你坐家里好，没关系，坐在家里。特意区太近了吧，很难看到。坐八百后面二楼，特意从台下看舞台，在舞台在右边，台下看舞台在右边，所以是从台上看的左边右，它在右边，所以是从台上看下来的右边吗？八百是三楼。耳机讲当你的代理人，什么意思？第七排花到第五个，花到一二三四五，那应该也是特一。在台上往左边看，台上往左边看，在台上往左边看，特意区嘛，楼下已经翻头看啊，怎么办？完了完了，现在讲到这左右边的我都不懂了，马上怎么办？左右边最难了，仔细听你的呐喊就好了。太难了吧，很多人呢，看到你比较重要。好吧好吧，也在特一前十排，不过没差。特一前十排啊啊，可是我也想看到你们呢，我的兴趣是找人找人，那个要看到粉丝啊，一定看不到，真的吗？想试试看啊，挑战看看。谢谢杨公公送的 love， 感觉可以啊，搞不好，好吧，好像有点难，可是搞不好可以啊。是侦探吗？忘记了吗？我一开始叫做什么？名侦探玉人，有找到帮你加鸡腿。不行啊，你们还是要 举个什么东西让我看到吧，真的是，还不然拿那个手电筒照自己的脸这样还是会变成一只松鼠去看，嗯，变成松鼠。龙琴师晚上好，在舞台上表演
举个对啊，你们拿那个炸鸡抱枕来好了，真的几乎啊，玉人怎么可以这样子嘞 ？Hello 冰蛋，晚上好。八百真的有一点困难啦，可能特一的，看到可以，特一特二去努力看看。对啊，你们可以拿着那个炸鸡的，马上一眼就看到，然后把你手上炸鸡抢走。大概挂个北海道的法国啊，特意看得到一眼吗？特意看得到啊，看得到吧？体验去啊，特意看得到啦，所以这样有比较不同。你说哪里有我现在好啊，辛苦了，召唤喵喵。不过你不会去，爸爸要认出成员都有难度。那 Costco 的可哎，我还没有去过 Costco， 认真。谢谢大家送金字冠。拿炸鸡会被出境，马上在外面场外就被丢掉了这样。Hello， 宽宽，晚上好。Costco 不是？对啊，可是我就没有，我们家有啊，可是我没有去过。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。如果正好跑过面前的话。你们都在特一区吗？特一的话应该是，特一区那时候票卖完，票都没了，票都卖完了。这次有周边吗？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。哦，对啊，只有 CD， 我印象中。这么爱吃垃圾是不是？对啊，没有去过是不是？是不是觉得很扯？我也觉得很扯。特意卖光了吗？好像是耶，卖光了。八百，唱到八百可能有点难哦，要飞上去哦。逼扯厉害，是多扯。哦，我看到太子了，太子大概长了十岁左右吧。太子，我看到太子了。但是上舞台时间长一点，难得的机会。握手会的空牌没发完。离 Costco 住基隆，但 Costco 在汐止啊！你也住在基隆吗？好多人都住在基隆哦。离汐止？不会啊，汐止跟基隆骑车一下下就到了吧？应该。话题转好了，你说太子吗？太子还没大婚，他才10岁吧左右。一元和前辈啊，我也希望，我也希望。讲到这个有很好笑的，把它绑起来，不是都很早？没那么早啦，应该都13、14岁啦，10岁还没有到结婚吧？金龙到汐止骑车，真的吗？那么久吗？20分钟差不多。吗？我也不知道呢。我也期待。Hello， 小野庄，10岁童养媳。我也不知道呢。现在在看那个张钧甯有演，一直在玩头发，没错。
要看基隆哪里出发啊？就要看基隆哪里出发。从市区的话，应该好吧？光源四季哈，谢谢阳光送的荧光棒，荧光棒。好吧。安娜真的透一直透露一点想，有吗？今天没有吧？今天没有吧？吓死！我想说又怎样了？今天没有吧？默默可爱是不是？是不是很可爱？妈咪，他们说默默可爱，他们都说默默可爱。他默默尾巴翘起来，神推是默默。高兴吧？骄傲嘞，骄傲。只有我说木木丑呢。对，只有你说木木丑。妈咪更可爱哦，没有，并没有，好吗？没有，木木比较可爱。谢谢阳光送掌声鼓励。云妈晚安。他不理你。他说晚安。谁？建轩。好，晚安。决定要当玉云的木木。一回来就来抱抱，因为木木在旁边啊。没有，因为妈妈每次都说木木很丑。对呀。所以我就想说，不止很丑，还很吵，会很爱讲话。你也不看看你自己。哎。哈哈。木木又没礼貌了。木木是谁？木木是他。很可爱吧？很可爱啊。派。没有，刚刚是木木讲的。第什么？没有，是木木。觉得玉云比较可爱，大家说木木丑。哦。对，有人发现了。听你在那边，啊啊！好像没有跟你讲，那是木木讲的。又我龙，对，就是他，就是他嘛。木木最爱跟妈妈吵架了。对啊，木木最那个，吵死了。后面是马尾，不是，是这个。后面是哎呦。绑一根好可爱，因为我觉得我今天长很丑，所以就绑一根，看起来会比较可爱。但绑很后面啊，一开始我也没注意到。不管。是猪猪，对，是猪猪。默默苦，但他说不出。最爱和玉吵架的是 Siri， 对啊，嘿 Siri， 你在干嘛？不理我哎、欸！我说你在干嘛？他真的不理我，他不理我，我很好，他明明就接收到了。哎，你好，我不问他你在干嘛是不是？我刚刚说你在干嘛？喂，很抱歉，我还是不清楚。你很奇怪、欸。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，还有需要帮忙的吗？他好烂哦！你好烂哦！不要这么说吗？可是你都不回答我问题。我不太清楚你想表达什么。不理他了。不是啊， Siri 不是都可以聊天的吗？为什么我的 Siri 都不跟我聊天？很奇怪、欸。不是啊，对啊，我看别人都跟 Siri 很好玩，很聊得很好，结果我的他都不知道他
你为什么都不懂我在讲什么？我是不是漏听什么了？你可以再说一次吗？你看，超怪的。谢谢阳光送的你最闪亮。但那我的心里很怪，他都不理我，有时候到可以报告行程的程度。哦，可以跟 Google 小姐，Google 小姐可以玩吗？可是你不知道，刚换一台了。他真的很奇怪。哎，很抱歉，我还是不清楚。你会讲英文吗？我会说几个地区的英语，你可以在 Siri 设定中更改我使用的语言。还是要 Siri 设定啊？我看一下 Siri 设定有什么设定。不管，我要把它变成一个很好玩的 Siri。Siri 设定，按下主画面，Siri 声音。我是 Siri， 你的虚拟助理。不要，我要女生。语音回馈，我的资讯什么意思啊？搜寻建议什么意思？然后嘞，然后会怎样？对啊， Siri 设定没什么好设定的、欸、所以嘞，哇，语音和 Siri 的日常。谢谢邓浩送的 Love，可能被设定成傲娇的歌，很奇怪，他真的是公式回应好了，不行，搞不定谁直接改，结果设定改打开来了，发现也没有东西啊，讲笑话。Hey Siri， Hey Siri， Hey， Hey Siri， 喂，哎呦，他不理我。Hey Siri。讲笑话给我听。曹丕有几个兄弟姐妹？25个，是曹 A、曹 B、曹 C、曹 D。什么意思？他说曹丕有几个兄弟姐妹？答案是25个，曹 A、曹 B、曹 D、曹 C。啊，因为曹丕。A B C D E F G， 然后 P，傻眼，太无聊了吧！完全听不懂在讲什么啊！我现在无言到，我不知道要讲什么哎、欸，怎么办？什么 Siri？Hey Siri， 理我 ！Hey Siri。讲一个笑话。问题：谁杀了便当？答案：值日生，因为值日生抬便当。问题：铅笔姓什么？答案：削，因为削铅笔。问题：请问哪一种花没有孩子？答案：五月花，因为五月花未生子。就跟你说我的笑话很冷吧。那有冷到齁，嗯，很冷，冷到我冻到我不知道说什么，不行。Hey Siri， Hey Siri， 你会饶舌吗？是秉涵啊，秉涵的冷笑话。没有第二次了，我献丑了，熊仔。饶舌歌手都喜欢炫富，抱歉，我都选进饶舌歌手，不喜欢念书，抱歉。台大电机饶舌歌手都狰狞面目，抱歉。长得秀气是谁说玩音乐小孩不会变坏？看我从玩音乐小宅男变成天才。有另一个饶舌吗？没有第二次了，我献丑了，熊仔。
饶舌歌手都喜欢炫富，一样啊。都炫技，饶舌歌手不喜欢念书，抱歉。还大电机，饶舌歌手都整理面部，抱歉。机械音人。找不出气是谁？说玩音乐小孩不会变坏，看我从玩音乐小宅男变成天才。谢谢阳光送的枫叶。好了，我不要理他了，退一下。很高兴跟你聊天，再见。好了，他走了。问他推谁好了。问他推谁？问他知道。Hey Siri。Hey Siri。Hey Siri。好了，他退下之后就不理我了。哦，生气。被演就是这种感觉，可能吧，所以我不会演你们。他真的再见，他真的再见，他真的不理我了。Hey Siri， 你知道 AKB48 吗？我没有这个问题的答案。我问他说 48， 然后他写 48， 所以我怎么问48吗？你知道 AKB 四十八吗？好的，我找到了。好，他找到了维基百科。演你的话就会变咸哦，因为加盐就会变咸了。他找到了。好，没事了，退下。退一下。好的，待会见。AKB 五十，因为是主人嘛。Hello， 哥哥，晚上好。好了，他要被我滚下去了，他要被我赶下去了。终于退下这个人吗？哎呦，是学生吗？是呀，是学生。他觉得你的人不出息，怎样？你也要跟他比冷笑话吗？叫他转来是他对的，你会叫他滚？没有，因为我现在在看《如懿传》，所以现在比较常讲退下。待会会再烦他？不会，我不会烦他。再说，到时候再说。泡了羊很冷，要叫要让 Siri 管先要烧热开水。好，谢谢，谢谢阳光送的掌声鼓励。要变成皇后了，本宫怎么样？哎，很难哎，我觉得皇后那个以前的古代用词很难哎，终于抢。宫廷用很难哎。本宫现在现在不知道要干嘛，本宫现在不哎、欸、很难哎、欸、参见云贵妃。贵妃是什么啊？哎、欸、是什么？他们的层级是什么？嫔妃嘛。哎、欸，想读才退一下，不准退，给我回来。杨公公，哎、欸，怎么感觉杨公公很常见啊？是不是每一个宫廷剧都会有杨公公出现？对对，不觉得吗？杨公公很常见呢、欸。后以下一集的如玉如何？本宫。想要气茶是吗？是这样子吗？哎，老贝，晚上好，谢谢阳光送的看好你哦。怎么办？我看了那么久的古装剧，结果还是不会讲。本宫太监的常见，对不对？太监都姓杨哦。不对，
本宫无以为乐，造小瓜子取悦本宫。啊，看来好厉害，你们怎么都那么厉害？拖出去的，那是什么圣刑司？对，怎么出去？啊，对不起，本宫将就寝。等一下呢，很多呢。好啦，没有，我乱讲话。姑嫂，姑嫂，晚上好。本宫将就寝，你们都退下吧。直接睡。姓什么？好，拜拜。不行，不行，不能，不能。本宫收回刚刚那句话，回来，回来。加班不行，这样我就死掉了呢，这样我就很 ，Hello， 简简，对呀、啊，这是黄色。今天是黄色，胡瓜啊，胡瓜，胡瓜，为什么胡瓜叫胡瓜？我怎么知道？为什么他叫瓜？瓜人家的艺名呢、啊？哦，他是艺名哦。或者本名叫胡瓜、啊？我真以为他叫胡瓜、欸。谢谢杨公公送的直升飞机，谢谢大大送的真情告白，那个有烟火，什么胡什么？是不是胡志雄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怎么知道？你会问 Siri 哈？姓胡，因为你看到你我姓，哎，好酷哦，姓胡的哦，哎，很酷哎，就差又年轻几岁，可爱吧？因为他哥哥是阿星，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对呀、啊，胡志雄，他们说对，原来如此，怎么知道啊？哎、欸，我们这个年代的吗？你们这个年代的，这样他们会不会？你们这个年，哦，你跟我妈同个年代，你们都跟，玩。哇，很喜妈咪哪个年代的？跟妈妈同哇，你们怎么都跟妈妈同年代？我们都是年轻的一代啊，怎么样？年轻的一代。对啊。他说他是年轻的一代。嗯。哇。哇，谁在哇？年轻的一代谁在哇？我。就你。哪个年代？六年级。哇，好老。你可以算五年级。为什么？因为，嗯，哇，主播那么年轻，妈妈应该才17岁吧？哇，不用那么会讲话哦，不用哦。我们跟妈咪都成成世代了，可以了吧？成成世代太夸张了，比我还小哦，不行哦。妈咪是不是才28岁？就是啊。是什么？都很喜欢加码送幸福奖奖啊！妈妈听声音就知道很年轻。就是什么年轻的什么？就大家都一颗年轻的心啊，心啊。哦，我刚说什么年轻的心，那个是我不知道什么心。就是介意有个大你家女儿5岁的女婿吗？不介意啊。你为什么那么容易就把我卖出去了？不介意啊。哦，妈妈一定很漂亮，看女儿就知道了。嗯。我年纪比你瘦嘞，可是脸比我大呢。啊！啊！也没有那么大、啊。哪有？默默很小。
那大个几个月可以吗？大个几个月哦，那就思想要成熟啊，那就要成熟啊，脸比我大，对啊，好，对啊，你那个，要不是我带你去矫正几次，没有没有，真的真的真的，你看看你国中脸多圆。不是，这是骨头问题，哦、这是骨头问题。妈妈顶多二十五，太夸张，没有，而且她现在变胖了，没有、哦、没有。刚没听到妈妈说什么，她说好啊，那马上说好啊，可以啊。大十几岁的哥哥嘛，照样造句。妈妈介意收个干儿子吗？哎，赶快嫁祸于人，要把我嫁祸给别人吗？怎么可以这样？这样不对哦，不准退货，妈妈说不准退货，不会啦，我不会怎么样，我很好养啊，只是吃的要够多就好了。只不过看起来像是，对啊，我十八岁，赶快再去卖掉，不行啊，我会自己跑回家，有什么？啊，好酷哦！什么宝月楼吗？好漂亮哦！谁帮谁盖？真的假的？怎么可以帮他盖？傻眼！再去拿卖掉，家里多个佣人，赔钱货没有？才不是赔钱货。他说现在演到床上盖了一个宝月楼，然后是给香妃盖的，他才入宫没多久就给他盖这个，太夸张了。卖到皇宫里好啊，想来应该十八最多十九，没错，现在十八快要十九，准哦。好漂亮哦！哎，真的耶，皇上真的盖了宝月楼给他耶，要去服刑，来吧！人的事啊，就是那么浮华无实啊！妈妈以后开握手链吗？那我赚钱吗？也是可以啦，让妈妈去赚钱。准备下播看见没有？我还是会。跟你们聊天，娘娘为何叹气？我吗？谁？我吗？啊！天哪，他还见了戚夫士，他扯了这个皇上。爸爸负责推，我来收钱的，我来发券给大家。一张卖300，一样跟我们一样就好，不求多，就一样就好。哎，太好了吧，这个宝月楼，哎，很好多层楼，哎，好酷哦！哇，末将领命，那么直接在梦里，哇！没有啊，反的哦，一早晨喂，怎么总想让你们都给我买哦，都来买，谢谢杨公送的掌声鼓励。天哪，他真的为了他建了好多东西哦，然后他就很快就要被毒死了，被皇后毒死。谢谢杨公送的掌声鼓励。发的一云照片超级美，我的一云啊，你说云历史吗？啊，那你们去留言呐、啊，我留言超少的，我好惨啊，没有人要理我。他被毒死，你要救他吗？然后嘞，
他被杀死了，你要救他吗？请选择你要使用毒用的使用毒药的这一项。刚吃完晚餐啊，吃什么？主播感觉很开心，没有啦，因为在讲到这个预言家庭真言，请选择你要查验的对象。我最会玩狼了，我讲过吧，我很会玩狼，当狼的时候很难查出我，除非你是预言家。羊肉炒面啊，羊肉炒面感觉很好吃，马上留言。好，不要，主任太可怕了，娱乐百分百实在是太可怕了，心脏没有那么大颗，可能因为看起来像好人。我觉得他们跟他们玩好可怕，不敢，就不会像吗？真的吗？可是玩到后面会信用破产，玩到后面会那个，大家一开始第一局就会先查我，真的，我不管，我跟高中同学玩，大家查预言家第一局就会先查我，然后玩到后面变大学同学，第一局也会开始查我，然后就他们永远他们查的对象就是啊，我一开始就先查林依云，因为如果他是首先他是狼的话，就直接就抓到一批狼，如果他不是狼的话，可以带领好人这样子，他们都这样，然后预言家就第一个都查我，所以害我变成之后当狼就很快，就如果我那一天没有心情悍跳预言家的话，我就会死掉，如果悍跳的话，其实呢也是有成功过，可是就是跳到后面也是没有人相信，所以就玩到心很累。对啊，我就会变悍跳啊，可是就有悍跳其实很累耶，我觉得我还没有那么厉害到悍跳是那个那叫什么悍跳轻而易举，还没有那么厉害。小阿鲁斯坦没有哎，我没有听过。你看，对呀，大家玩到最后都变成这样。近看你超美，近看吗？我今天没有画睫毛，这样很大声，要那么撩吗，呱呱？啊，我的如意钻没了，好近的贡，喂，很近看不出来是贡丸好不好？噔，皮肤好还是特效都磨平了？我皮肤好呀。第二集他从八点开始演，我来看一下磨皮吗？我把磨皮开到零，然后讲怎么样，皮肤好吧？只是他眼线比较深而已。好了，回来。韩式泡菜烧肉起司卷。感觉就很好吃，天啊，西野，你真的是太棒了！以后有什么东西就跟我讲，你好专业，太棒了，好可爱。我是皮肤好的，都肉的穿起来才没有，皮肤是真的好，皮肤自己讲。可爱吧，美如画，会讲话。好了，现在演什么犯罪心理？不要。那开始转啊，99.9，看吧，自己。
还不是痘吧？好了，也是啦，因为妈妈以前也是不长痘痘的那种，所以可能就遗传到。可她以前吃不胖啊，为什么没有遗传到嘞？都看几万次了啊！因为没东西看啊，那还是看一下，看一下脸啊。下凡的仙女吗？你怎么那么会讲话？这部分可能要怪爸爸了。嗯，可是也没有到很胖啊。可是我就是很胖，为什么嘞？马哲娟那颗痣，马哲娟的痣哪里啊？哪一颗？嘴巴吗？下巴？可是下巴看不到啊，这边。你刚才讲那颗痣，我想说哪里有痣啊？对，下巴，它在很上面这边呢，所以有些角度看不到。对啦，一开始是真的觉得，嗯，可是后来看就看习惯了，好不好？我是看习惯的呢。你怎么越看越怪呢？绿云很美才会什么？嗯。鼻子变长什么？缩回去。嗯，天上人不用梦，天上人，仙女下凡，所以是天上的人。但看一下你头贴，不会是什么骑士卷吧？我就知道，太酷了吧！天哪，泡菜说啊，感觉很好吃！天哪，哎，地上课吧，泡菜烧肉骑士卷，不理我啊，感觉很好吃！天哪，人不是呢，感觉很好吃，我们马上。还好你很饿啊，可是我也不饿，可是看起来就很好吃，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吃货模式开启。我才刚吃完晚餐呢。头天呢？找你头天。啊，水手服是吗？去比城啥呀？马上出去吃了吗？怎么那么好？明天吃，哦。那么好看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妈咪，他们又夸奖木木了，这是很可爱吧？还没啊？什么人那么好？因为他本来就很可爱。喂他咸菜吃一口就应该是吧？大概会吃一半，然后丢给。交给妈咪，十点。我之前有一次几点呢、啊？十点半呢、哦，然后叫什么、啊？拿玻璃还是应该是拿玻璃还是达美乐还是什么？十点半，晚上十点半，然后还有开。礼拜天呢、啊？没有啊，安娜家。哦。对啊，我那时候叫披萨去吃。哎呦！然后就想说不行，我们要叫披萨怎么办？还有没有披萨有开？然后结果就马上叫 Food Panda， 然后就有。然后想说你怎么开那么晚？好开心哦，这样。光芒都遮住谁？没有，他最可爱，木木还是可爱。最爱运的木木羊，木木羊。安娜请客，哎，好像是哦。弄完之后，因为就大家一群朋友难得就聚在一起，所以就叫披萨来吃，就很难得，很难得的就去吃了。烤鸡，对了，好像我们应该是吃拿玻璃的样子。宵夜就是对不对？
可是我们也才一人一片，因为我们还有叫卤味，然后卤味吃完吃披萨，披萨吃完吃冰吧，串冰。我们对，我们那天是这样子吃的，所以又圆了，变胖了，有吗？应该还好，好饿。对，我们礼拜天吃了一堆，是炸鸡，炸鸡拿玻璃的炸鸡最好吃的，这是强大影子默默。没有，其实还好，因为那一天我们午餐我没有吃午餐，也没有吃晚餐，所以就宵夜就吃一堆这样子。美丽的养分，对，因为那天什么都没有吃，那天是午餐晚餐都没有吃，早餐只吃了一个那叫什么鲑鱼寿司，鲑鱼饭团，那个 Seven 的鲑鱼饭团，海洋珍珠，我吃不完摩斯汉堡，我真的吃不完。是餐餐，对啊，真的一次比较爽，可以一次吃很多。하지제주분です。哦，好慢哦，志文讲好快哦。因为默默很可爱，所以你家狗狗就叫，真的假的？认真吗？真的假的？你就叫默默吗？早就叫了吗？还是现在才叫？喜欢什么鸡排？什么鸡排？什么恶魔鸡排哦？天使鸡排那种？吃对啊，我一个摩斯汉堡会吃不完，所以我很少点摩斯汉堡了，我都吃就沙拉。他身份真的假的？你是因为真的是这只木木吗？是真的是因为他吗？就是木木抱抱的木木，然后才叫木木，真的假的？真的吗？如果是真的，我找到同好嘞，因为没有人知道木木的可爱，真的是。狗狗岂不就是要叫木一云？喂。陈一云来，然后就一只狗啊，不行，你们只能养比熊的时候才能叫一云。养比熊犬，不要叫一云啦，叫一起啦。我只能是比熊，比熊犬，然后长得很可爱的比熊，不可爱的我不能叫我名字。谢谢杨公公送的你最闪亮，看你头贴，啊，好可爱哦。可爱是贵宾，好可爱。可是要叫我名字的狗狗只能是比熊。吃宝路，宝路是什么？狗狗里面最喜欢比熊犬，一出生就叫摸摸啊。可是是因为木木吗？才叫木木，还是只是巧合？纯种台湾土狗，不觉得很多小狗都是台湾土狗吗？真的假的？天哪，找到同好了！妈咪吗？他们家的。仁豪家的狗因为木木所以叫木木、啊、真的哦、啊、我太压抑了。木木你就说木木还是有人气的好不好？对啊，就很可爱，他那时候可以做成电视卡通就是因为很可爱啊。会有皱纹哦，弄好上镜头，你看都已经用不好了啦，随便啦。从今天改名叫木木啊，大家都改名叫木木了，你看姐姐取的对不对？木木真的以前在桃园机场也有一个很大只的木木啊，你知道吗？你有跟我讲过。对啊，在桃园机场那个强调木木的，对啊，汽水一直这边，对，桃园机场那边有一个儿童游戏区吧，有一只很大只的木木在那边立在那边。有谁家的木木会像我们家木木那么吵？
不管，我们就是很可爱。我们家就有三只，哎、欸，对啊，四只，我还有一只很小的。啊，它去哪 ？Baby 木，那弟弟那里。为什么在他那？那不是我的吗？最小就他，就给他啦。那是我的哎、欸，有爱心的是我的、欸。哎、欸，你会不想跑到床缝还哪里了？我们家有四只木木。蔡依柔，肉肉宝宝，喂，晚安。默默真的蛮可爱的，对不对？终于他终于得到认可了，不然每次都被我妈嫌弃的要死。谢谢家阳送的玫瑰，谢谢西的追踪。我现在讲话有点啊，高桥城，嗨，好像看过你家可爱小狗，你是土狗吗？嗯，有吗？只好改木木，不要了，你哎 ，Apple 的羊改回来了，好，现在大家都叫木木了是吧？头贴我看看。啊哎，好可爱哦！怎么那么可爱？哎，土狗怎么那么可爱？小萌新报道，不要再演小萌新了，我跟你说，真的是哦，该改名吧？大家都要改成木木了吗？忘了改，你要改成蔡小晨了。谢谢玉良上的掌声鼓励。家宠物只有我家宠物有木木，它真的是最可爱的。掌声鼓励鼓励，谢谢阳光上的掌声鼓励。可是你家有木木了，木木最可爱了，这个名字有阴影，为什么？木木可爱哦。真的是等了十年，欸，你知道他已经十年了，对，他是在我弟两岁的时候买的，然后，对，所以只要我弟十二岁，我就是我都不会记成他几年，几岁，所以我都会问我弟说你几岁，十二岁哦，那他就是十岁这样，减二，他已经十年了，怎么办？我真的把他当狗在养，欸，好可爱啊。这是疼，一直听成某某，不要某某中毒哦，是某某，某某不可爱，好啦，某某也可爱，某某也可爱，嗯，这是童年，对不对？谢谢玉兰送的光顾桃，八年最全，哇，弟弟的年纪，然后忘记嘛，想说怎么会说某某可爱？对。我说默默可爱，一定是你听错了。高骨头可以凑你，我吗？你真的要叫你这样狗叫玉宇了吗？跟玉宇同年代，你懂，对不对？人好是不是？跟我，你是比我大几个月是不是？同年代就是这样啊，就是知道母母，对不对？我以前可是租他的一整组。影片，卡通影片回家看的，一定是听错。今天过后大家加油，什么意思？阿罗扎工，晚安，晚安。全副啊，加油！那叫什么？特工队。期待看到你们。大一云一轮，觉得老十二岁吗？十八、三十，还好啦，才三十岁，都在这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他一直那边摸摸，摸摸，摸这种，他只会讲摸摸，这点就很可爱啊，对不对？谢谢汤猫的分享。
冒名问号。来问，我之前租一整组的木木影片回家看，你的心情是？什么不知道在看什么？都没有什么没讲话没什么的。他有讲木木啊。听不懂为什么要一直讲木木，也听不懂他的意思。他有剧情哎、欸。哎呦喂呀！好，这就是他的年纪的代沟。妈妈没有傻眼吗？有啊，他很傻眼啊，他说。可是你有跟我一起看吗？有吧？我没办法坐下来看，我只是经过或什么的。然后嘞？啊，就想说他到底在干嘛？在。我就很专心的在看啊。我就很专心的在看，因为很可爱啊。住一整组，哎、欸，我住一整组的时候年纪是什么？哎、欸，小学吗？小学吧。对啊。那个还在的时候，那个。租影片出租店还有的时候、啊、很久了吧，小学的时候。对啊，小学。到底他说他都没有在看，但是他只有经过，然后就想说他到底在干嘛，然后就走了。小学那还好吧。对啊。对，好像是小学。二三年级那么小吗？很小吧，还是我大一点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、我忘记了。还以为是上个月之类，没有啦，现在应该很少出租店了。真的哦，上网找。还以为你高中还在看，喂，国小，高中没有看了，高中也看一波吗？不行，我现在在看《如懿传》。没有，高中没有看了，没有。高中看这个我没有哎、欸，我好像从高中就很少看卡通了的样子。有吗？我高中有看卡通吗？好像没有。对对，我高中就很少看电视了。切尔家族我有看过，他也是不讲话的。我最喜欢看不讲话的卡通，哎、欸、也没有哎、欸，因为我很喜欢看珍珠美人鱼。怎么办、啊？我都看呢、欸。因为高中就出去混了，高中 就跳舞啊，就忙了、啊，就没有看电视了。对啊，高中就忙了。好像对，国小的时候每天回家都跟我阿公一起看《乌龙派出所》，看两集。以前我阿公很喜欢看《乌龙派出所》，就一回家就会看到阿公在看，然后就跟着一起看这样。然后看完之后。看完那时候应该三四点的时候会乌龙派出所，然后看完之后那时候好像五点到六点会是哆啦 A 梦28台，然后我就开始看哆啦 A 梦，然后看完之后应该是我们这一家吧，好像是台视还是哪里会播我们这一家，我就转到我们这一家之类的，不然就是看娱乐百分百，那时候娱乐百分百在6点，这是小学的时候。放学都要去，因为我没什么补习、啊，好像是。高中在看《乌龙派》，我阿公很喜欢看《乌龙派出所》，现在看都想到九九，为什么？你家木木啊，木木来了，哎，木木，你也是儿童，对啊 ，Hello， 你好吗？总期感谢，哎、欸，我昨天还在看，我昨天为什么在看？我昨天好像是，哦，我昨天在做指甲的时候，电视在播，我们这一家就是做指甲的那边的电视在播，我们这一家我就在看，跑来你床上啊，可爱，红贵宾，我朋友有养红贵宾，很可爱。做了什么指甲？是布灵布灵的指甲，这次做的很布灵，受了佳丽的启发。阿妈只会看飞龙的，
飞龙在哎，那个更早，我阿公以前会看什么《倚天屠龙记》什么，那个在更早的时候，可能是幼稚园之类的吧。我那时候就在那边看《倚天屠龙记》，然后还有什么，反正就是那种金庸武侠小说拍成连续剧的那种小龙女啊，什么九阴真经哦，然后什么，对，就那种。就那种好像是蛋超版，我也不知道耶，林依晨演的，林依晨是不是演过小龙女，记得我忘了啊幼稚园以前爷爷常看啊，忘记了，那时候很小，上次都在追飞龙在飞龙在天，我没有听过耶，浴火凤凰你知道吗，浴火凤凰哎、他不知道哎、浴火凤凰我没印象啊，射雕英雄传，对啦，射雕英雄传没错没错，黄蓉林依晨，对啦，射雕英雄传的黄蓉，对对对对，那时候还有胡歌，是胡歌，妈妈装不知道哦凤凰，什么浴火凤凰？浴火凤凰真的没印象哎。他说他真的没有印象，潘颖紫演的。哦，潘颖紫我知道啊。他说潘颖紫他知道。浴火凤凰。可是浴火凤凰不知道。Bibo。哎 ，Bibo 我知道啊。Bibo 是谁？就是他，里面有一个以前是那个人在里面，然后外面是一个像布偶的，是不是？他说他知道 Bibo， 可是不知道浴火凤凰。什么？黄蓉还没变大神的时候，什么意思？我知道林依晨演黄蓉，还有胡歌这样。啊 ，Bibo 就真的不知道，可是妈妈说知道 Bibo， 可是不知道浴火凤凰，这是正常的吗？对，我也不知道 Bibo 哎、，Bibo 是什么？我也没有听过。Bibo 的意思好像跟木木一样 ，Bibo 是因为他只会讲 Bibo， 对，你看，对吧？哦，妈妈年代是看《犀利人妻》，没有《犀利人妻》，我也有看《犀利人妻》，我有看，我有看，应该是有看过，然后忘记那部戏叫《浴火凤凰》啊。对啊，如果叫我记那个什么姓名。那部戏叫《浴火凤凰》，剧名啊，电影的名称那种我都会忘记。哦，剧名不有名，有名的是里面的 Bibo。对对对，原来如此，还以为妈妈是看《冬季恋歌》的，你有看吗？我知道这部，可是我没看，因为他好像看什么《浪漫满屋》吧？对对对对，你是看《浪漫满屋》？对对对对，然后有一《冬季恋歌》是不是？悲剧，所以我不喜欢看悲剧。我记得好像《冬季恋歌》是悲剧嘛，我也不知道，那不是我年代的，怎么一直这样问？我真的不知道。《家有仙妻》好，应该是没有，他也没有。家里以前有 Bibo 公仔啊，《蓝色生死恋》。他不看悲剧的，只要是蓝蓝的，他都不看。蓝蓝，浪漫满屋润，对啊，他有一阵子很喜欢润呢。我幼稚园的时候吧，他就跟我说，他就指着润，那时候有一个他代言，润代言的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，然后有送一个磁铁，然后就贴在冰箱上面，然后他说他很帅，他很帅，然后我幼稚园还是什么，然后就说哦，这个人很帅这样，然后长大之后他是知道他是润这样。大长今，我知道，没看过。有看片段，没有从头看到尾。有看片段，没有看从头看到尾。大老婆的反击，我有听过，但我没看。有听过，但没有看。顺风妇产科啊、哦，我知道，我也没看，是那个宋慧乔，里面有演，但我没看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顺风妇产科是宋慧乔演的吗？对啊。妈妈看阿信，阿信是
我妈妈看的。阿信是他说是他妈妈看的，悲惨的耶。他说阿信也很悲惨。对呀、啊。阿信是，所以是谁？是阿嬷，阿嬷那个年代看的。谢谢孙少凯的分享，任心戏不错看哦。他有心戏吗？爸爸在旁边白眼，没有，根本没有听。红豆面包，什么？红豆面包不咸蛋炒，哎，是吗？什么超人爱吃？红豆面包超人本来就是红豆面包，你是要讲这个吧？哦，好，随便。大学的时候看易云，好啊。那我就说我从小看你们长大的，这样吗？妈妈都看什么剧比较多？什么剧哦？年纪年轻的时候吗？现在当然是看韩剧。现在看韩剧。年轻的时候嘞？年轻时候哦，虽然是没多久之前的事，但是有点忘了。没多久之前的事，妈妈看第一季《美少女战士》。哦，对啊。你有看过吗？跟着你，是不是跟？我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、啊、我是看，不是，那就是美少女战士、哦、可是我是看珍珠美人鱼、哦、我是看，我没有，我不是美少女战士的年纪，我不知道美少女战士应该是我跟你中间那个世代的、哦、现在二十几岁那种。对啊，难怪。因为我真的连一集都没有看过美少女战士、嗯、阿信从小演到老。Hello， 西晚上好，应该我看你长大哦，也是啦，我很漂亮，谢谢，谢谢西上的玫瑰，看玉长大，也、欸、也是啦，台湾变色龙，美少女战士是二十多年了，光之啊，光之美少女我有看过，乌来博与十三姨，这我有知道，我有听过，他有听过，好像跟妈妈比较没有代沟。那你们来聊好了。谢谢本王送的大佬喝茶，回来啦，龙明大。现在是老人什么老人？现在在讲妈妈以前的看的剧。现在应该三十五上下啊。美少女战士很哎、欸，那你应该有看过啊。对，为什么我觉得美少女战士？他说现在已经三十五上下。哇！那这样你十几岁应该看过啊。对呀、啊，为什么？是吗？就是我年轻的时候看，哎、欸，是应该是吧，只好转推妈妈。喂，妈妈多大？31岁，怎么可能？云霸绝对是圣斗士星矢年代。圣斗士星矢是什么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不知道。国中看 MTV 播的是《马尾与法圈》，我那时候是 Everyday。那时候播的是 MTV 播的是 Everyday 卡丘侠，那时候国中的哎、欸、还是国小，是不是国小啊？是国小的时候播的是 Everyday 卡丘侠，哦乌鸟博，鸟来博，乌鸟博鸟来博，无敌铁金刚。当然知道啊，无敌铁金刚是什么？我们一定都会看的。真的？嗯。有吗？有啦。这个我记得。我看那个原子小金刚。原子。我有看过。我是国小，对，我是国小。10:30，哇，太快了哦。马尾2010，那时候马尾我还没有看到，我第一个看到的是 Everyday。法哭。然后是2011年，对不对？新版对啊，我以前看是《原子小金刚》，他有那个音速小子，是不是？很久很久以前，幼稚园的时候。与妈咪聊天，喂，好了，我要念排名了，各位，我要念排名了。无敌铁金刚大概40岁上下。哈。谢谢北极星上的我来签到，我要念排名了哦。
妈妈六个孩子看过吗？六个孩子看过吗？没有哎、欸。没有。四大天王年代吗？对啊，他是那个年代的。谢谢杨哥哥送的你最闪亮，妈妈不考虑开直播吗？妈妈下一次直播给你开。三宝了，没事，听看，你们知道他看过什么，应该就猜得出来他的年纪了。好了，我要念排名了，第十名。他跑不出来，阿罗，他跑不出来，他怎么不给我跑出来呢？跟妈妈讲，跑出来，他怎么跑不出来？是 WiFi， 然后。我没有按到，我是原本是 WiFi， 然后为了念排名，因为 WiFi 的排名跑不出来，所以我改成自己的4G， 然后排名就跑出来了。所以你们有听到吗？没有。所以你们是不是没有听到排名？对啊，没听到。好，那再一次，我不知道。第十名是思源，第九名是零零二，第八名是 Loli， 第七名是仁豪，第六名是嘉阳，第五名是玉人，第四名是北极星，第三名是戴戴，第二名是杨公公，第一名是本丸。那路的答案分成两个，因为他突然那个榜上哦。妈妈开始关荧幕直播，傻眼，要换妈妈了。好啦，那今天就这样子，下礼拜见。嗯，会啊，他会去。反正你们一定找不到。好啦，大家拜拜，下礼拜见。拜拜，哎，对，小巨蛋见，好，小巨蛋见，晚安，拜拜，拜拜，三，二。一发好看，谢谢，好，小巨蛋见，拜拜。再次可以带个名牌，写玉云好不好？写玉云，谢谢。好啦，再次三二一，拜拜，拜拜。